这边的话是由网易暴雪联合主办 New TV 承办的2016黄金总决赛，有炉石传说、风暴英雄、星际争霸2、魔兽争霸3等会在将这个舞台角逐出各自的年度总冠军。比赛期间呢，玩家可以参加2016黄金总决赛微博话题讨论，赢取春联、红包、门神以及福字新春四件套。那我们刚才呢也是经过了一场激烈比赛，然后可爱若姬也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四强，然后接下来比赛的话是 Breeze 对阵的是天选之人驴哥，然后这两位选手的话你们应该是有所了解的，聊一下吧。对的， Breeze 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的印象会更加深刻一点，就从这一年一整年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打牌应该是比较有个性的，就他组卡的时候就带了一些比如说兵法这样的卡组，其实他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对对对，他可能不是那种就是天梯什么卡组强势我就拿什么卡组去打比赛的这样的选手，觉得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一个选手。是的，好的，这边是还是一个胜者组，然后先的话晋级四强的另外还有两位是 Omega Zero， 然后是 WE 的 Xtop。下面这一场是若姬已经晋级，然后就是 Breeze 和天选之人驴哥是最后一张这个中美的门票。其实中美还是比较期待的吧，去年因为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吧，就是超神给我们带来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对，然后今年的话中美之前的狗哥还是会来的，今还有 Renard， 今天阵容还是挺豪华的吧，感觉还是挺厉害，因为寄生虫他是最早知道的嘛。好，那我们看一下天选之人驴哥所使用的上场职业的话是牧师、德鲁伊、盗贼、法师以及术师，胜率最高的是他的贼。驴哥还是好像大家还比较喜欢的，我看了一下。他的牌组比较有意思吧，他喜欢加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单卡吧，就是，我感觉每次看大 B 来比赛就感觉跟玩似的那个表情。我们看一下 Breeze 他所上场的职业的话是萨满、术师、法师、盗贼以及战士。是的，就 Breeze 这个选手就他打比赛就比较放松，而且他属于那种就他喜欢就是考虑好了就直接打出去，比较快的选手吧，是吧。而且 我觉得他今天中午的中场休息有段话也很好玩，我就让你三局。好，看看这次会怎么表现。然后我们看到驴哥被办掉了一个法师，然后 Breeze 这边被办掉了一个战士。是的，其实为什么办法师呢？因为法师其实驴哥这边法师竟然带了爆牌鱼，对抗这个 Breeze 两套宇宙系列的卡组都是优势。其实宇宙卡组本身很多除了宇宙兽之外还是都蛮缺过牌的。是的，所以说很多选手会考虑一张爆牌鱼在宇宙体系当中，有的时候确实在宇宙内战当中其实挺有奇效的。好的，比赛马上开始。好，那我们看一下比赛的话，你这里现在首发其实心理博弈没有像之前的比赛那么厉害一点。对，其实就看班 pick 吧。对阵，好，这边驴哥是首发的德，刚好撞到了 Breeze 的一套打脸赛。驴哥选择了骑手留绽放吗？绽放骑手留应该没问题。后手的话是可以考虑留的。先手的话你会留吗？我觉得就算了吧，要不然因为打这种劣势对局嘛，劣势对局你就得拼，你就拼成长或者是激活，如果拼不到的话就算了。但是你如果先手留绽放的话，你要等三费才能用，三费的话对面已经扑出两三个怪了。这边 Breeze 骑手非常的好，这边只能忍一手了，只能过了。那好，先去换个技能。谁渴望来一场华丽的冒险？换什么？射箭分流。分流，两个都是对于打脸赛来说最好的技能。对的，分流的话，对于一些控制型选手来说，可能分流更好一点。他们更喜欢这个分流的，因为分流的话抽更多牌选择会更多，然后伤害可能会比射箭还要多一些。好，那这边哇还哇我们还没看到右手抓，太快了，已经上了。对，我这里确实没得选，这狼魂真的是神抽。是的，这狼魂好像当前回合可能最好一抽吧，没有最好的了，没有更好的了应该。
感觉驴哥已经走远了，很难啊。这边给个闪电剑，下回合正好四七七。好，就这场面，关键是德鲁伊这场面他是没办法解的，很难 解不过来。横扫的话你都解不掉，横扫加根须还能勉为其难的解一解，但是也太快了，也不行的。激活跳一个墙，只能强跳墙了。但是还是要崩。激活跳墙，我们算一下会不会死啊？六点血的墙，六点血的墙的话，这边打一个青玉闪电。还没死，那就四七七好吧。对，这边打不死的话，可以考虑四七七。这边也可以打，我觉得上四七七会不会更好一点？场上占个七七，其实也是压制力非常的强。这样的意思就是先把伤害打出去。他在考虑是不是解那个二二，我觉得没必要，就走脸了。不用解了，这里直接走脸。对，就天选之人驴哥如果没有加强，只能再上一个青玉，那也不行了，青玉长矛就够了，顶不住了。是的。那这边赢得非常快啊！太快了这把，这把只能说不瑞斯实在是太神了，自己也笑了。对，驴哥这边的起手其实也算中规中矩吧，我觉得也不算差。主要是德鲁伊打这种青玉体系，海盗体系的卡组就根本不太好打，只要对面前期就要糊起来，你就算你前期就有什么成长什么的，也是刚不住的，顶不住，确实。因为这个其实可能说这其实先发的话是被 Brice 抓住了， Brice 这边刚好一个萨满，其实我觉得驴哥这应该能考虑到他会上萨满，因为他自己的牌组其实都是怕萨满的。好，这边龙木对阵盗贼，吹啸一道和碧蓝龙可以考虑留。这边是一个牧师，不留吗？还是全力去找一些加基森之类的吗？哇，没有帕奇斯就是好的。哎，这个今天 Brice 这个骑手确实很有点过分啊，有点厉害，但是对面骑手也是非常不错啊。这个北对面手里面没有龙，就缺手龙吧。对。哇，这边可以解，这边要不要解？解，我觉得这里肯定要解。先，解了北郡吧。对，北郡不要留。下回合可以硬币上军旗，应该可以考虑解。那如果驴哥这边抽到一张龙的话，不好打了就。抽到龙就很舒服了。哇，来了，来了。那就转刀解吧。转刀可以过。转刀解，下一回合可以吹海盗加军旗。但是对面有一个三五。有点厉害，三五怎么办？但其实我觉得盗贼这边还不错，就是龙木这边其实场面并没有压制特别的强。对，到中期的话，应该算是盗贼这边的优势。我的天！看确实好的。那上三个一吧，先看一眼，四黑的光耀之子，再找一张。哦，哎，来个蓝龙就可以。就可以启动了，玩耍起来了。其实我觉得盗贼来说，我更偏向于骑手留碧蓝龙的。碧蓝龙因为它是一张基本上是你五费必出的牌，而且能配合一些法术。啊，这边也是牌过起来了，他是带了一张心灵之火的。对，而且昨天我们也是看到了这张心灵之火的奇效，也是帮助他斩杀了一波。这边。光耀之子吗？要不要四加发刀扇加军旗全解？解吧，还是龙木不要给他战场。是，这关键是还能过个牌。北郡啊，北郡不太好不解。嗯。哦，这样的话可能布瑞斯这边缺手牌了。但是牧师这边其实手牌也很糟糕。是的，好，黑衣服是哦，神抽了。是的，这手确实神抽。Brice 这边需要一手碧蓝龙，有没有？那这边顶个光耀之子吧。还是想有一个梦想吧。毕竟大家都是看过《斗鱼时刻》的人。对。好，这边同学可以上。直接灭掉。Brice 这边必须要过牌了，不管是碧蓝龙还是加基森，不行就只能压上去了。对，如果再亏一回合的话，这里得下这个龙人之策了。
而且对面是刚交过一张灭的情况，对，交对交对交，对，这里就不用去摊这张牌了，这个摊不起了，摊不起。哎，哇哇，感觉要崩。这边哦，目光守护者找墙吧，先拿个目光守护者，然后再看第二张是什么。哦、哇，秒拿，秒拿！对，这张牌应该是跟实习家最好的搭配了。好像打到这个时候，感觉不是基本上走远了，很难了。这边除非刷加基森，加基森有没有可能性再翻盘？嗯，对于驴哥来说，手里这么多低费，我觉得可以拿个饭，可以考虑拿饭，可以做饭，盗贼且搭饭，只有闷棍吧？对，而且还不是还不算起。而且感觉打盗贼的话，你造饭也可以过牌。我觉得蓝龙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蓝龙还是不错的，蓝龙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龙母、嗯、我觉得两手选择吧，蓝龙或者是范，手里有些低费的话我更偏向于范，可能我觉得打盗贼不要造范，嗯，就是怕闷棍吗？虽然说你对面手里面是没有闷棍的，但是你必须要防对面的闷棍呀。哇，这边真的拿了范，又来一张，那就拿张雪法吧，拿张雪法挺好的，这雪法可以配合 Nova 呀，而且也是一张过牌，还拿饭吗？两张饭可能就有点多了，对，拿张雪法可能好一点。嗯，倒上过牌吧。对，这就是盗贼最尴尬的问题，就是说你抓不到过牌的话，你手里就会卡一些硬币啊、背刺啊各种牌。嗯，这个我感觉找不到赢面啊，可以跑了。嗯。要挣扎一下吗？因为你下回合再抓到加里森也来不及了。还能挣扎一下，但是我觉得下回合抓到加里森也来不及了呀。我觉得这血量也很难抢下去啊。对，而且手牌量的排差已经太大了。感觉这两局都很快啊。我觉得布瑞斯可以考虑下一盘输什么了。其实我知道布瑞斯是个特别爽快的人。这回合造饭能造出多大的饭啊？Brice 这边还在期待下一招，我觉得他这边如果造饭出来下面没有闷棍， Brice 应该肯定直接投了。要不等他再抓一张刺骨，刺骨解了，刺骨解了的话我觉得也会投了。对，解了吧，解了对面赢什么呢？赢一手加基森嘛，我觉得这里还是有点机会的。加基森再来个闷棍，加基森来个闷棍吗？再藏起来，我觉得有梦想还是有可能的。蓝龙行不行？蓝龙看看，不太行吧？没梦想了，那就没办法了。啊，那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快的两局，然后双方是各拿了一分。对，这两盘打的基本上就是碾压性的吧，就是很流畅，一边倒系列。对，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啊。嗯，这边是跑掉一个龙木对阵，跑掉了一个萨满。驴哥这边的德还是要碰到对面的宇宙套牌，因为德打这个宇宙法是基本上是一个碾压的对局，就是很难输，打宇宙术的话也是一个优势。对阵吉娜，吉安娜打瓦利拉，没有敢出的，他觉得对面可能会出就是最后一个盗贼，但是还是出了宇宙系套牌。这个对局来说算是一个就挺针锋相对的一个对局吧，我觉得算是一个五五开，可能奇贼稍微优势一些的对局，就我是个人这么认为的。但是驴哥起手看到了小野猪，那这边应该是先出一虚海盗一波，有没有厉害的？哎，这张牌还不错。我看到 Brice 呵呵一笑，哈哈 ，pass 是在手。其实这张牌好像据说是现在发现不了那个龙须药水。龙须药水，对，有点小 bug。对，但是据说马上就被修复了。对。这边压末日有意义吗？意义不大吧。这边压末日也就是为了下回合水元素做个铺垫，对，要个先手，但是你要一个，其实我感觉末日打盗贼意义不太大，就算你后面末日想冰魂其实也很难，是的，就只能说我觉得末日要不就下了，或者是这里可以下，我觉得这里压一手对面硬币跳
盗墓匪贼还是可以的，也还行。或者就是 A完之后再去上这个才就是才有点用，要不然你先手去丢的话，想去压一些怪那是不太可能。这边直接上个水元素，现在手牌是不是有点多？还好，还没有特别多。先上一个药水怎么样？先上个药水，九张手牌。他也是别出心意的，这是唯一一位带盗贼这个橙卡的人。嗯，这张卡是，就我看这个在，Super JJ 是用过这张卡，但是好像发挥的作用比较差吧，可能。打炉石开心就好了嘛。对，开心就好吧。当然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吧。是。饭不错，饭是一张打宇宙法很重要的一张牌吧。这边我建议还是，关键是你的脸被冻住了，你蓝龙加背刺是解不掉这边的蓝龙的，怎么办呢？蓝龙背刺硬币小野猪，感觉有点亏。1600的小野猪冲出来也是发挥作用。这个硬币还是想留给加金森去刷。嗯，是的，那就撞嘛，撞的话你不打背刺，那先背刺吧。那你上，他想先看一张牌吧，先看一张牌再上蓝龙，反正一样的。打三打二没区别。对。或者如果来一张好点的牌，可能会，可能会考虑刷个饭。我在想，那你要不要解呢？那可能是先背刺再撞好一点，可能，对不对？解还是肯定要解的，这个蓝龙。那先看一张什么牌？法师的牌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牌。哎，奥冲不错，果然是张法师牌。哎，跟还是很棒啊。刚才是不是如果先打那什么，先撞那个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打一发这个刷一波饭啊？可以的，刚先打的话是可以考虑刷波饭的，但是还好吧，那也可以吧，这样占一个四四，下一回再说嘛。我觉得给他一张低费而且可以用的法术就挺好了。是的。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当然，盗贼可能更希望一些就是直接的伤，还能打脸那种。就像冰剑火球啊，或者是岩爆这种，当然这个也很不错了。这回合要不要考虑上大地？可能大地节奏更好一点。动怪还是动脸？我觉得可能动怪更好一点，因为它可以加冷血啊什么的来处理你的怪。但动脸的话，反正他顶多就一攻嘛。开刷，先打奥冲吗？还是先打司机？先打司机再发了。这边应该先解掉大地。是的，哎，又一张硬币，很不错。那就刷的很爽啊，这波。对，可以奥冲加上小野猪。就奥冲吧，小野猪可以留一下，留着配合刷饭吧。这个硬币。其实也可以留到下一个加金森也可以。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解的，就这个还解了吧。对，这里可以先奥冲，先抓一张牌看一下，或者他就小野猪加武器，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就是说就奥冲就留给下一个？我觉得还是奥冲好一点，是吧？对，奥冲本身就不亏牌，你这里刷了，而且会把加金森战场的时候，是的，我觉得冻住不是很要紧，就看他舍不舍得交这个奥冲，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奥冲它只有配合蓝龙的时候或者配合血法师的时候才有点价值。对，而且现在其实两个都不在。对。哦，硬币隐藏吗？要交吗？不交不交不交，不要交，不着急不着急，真的不着急。他应该隐藏，想要留给大范。对，这边怎么解好一点？这边，火山药水吧，呼拉是肯定不情愿交的。火山药水吧，火山药水加冰剑是不是有点亏？有点亏，感觉。火山药水再找一下牌嘛。是的，可以找一手牌。这边三加四可以上个虚灵巫师。这呼啦应该是不会考虑交的，因为呼啦可以等到隐藏之后再交。就打奇迹贼来说，这个呼啦是非常关键的。感觉这边法师他的一面在哪里呢？
法师赢面就好像没有什么赢面，他这边的话手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能打的生物。卡扎寇斯啊，接接解，然后对对对，对手里面都是些解牌。就他的目的就是解光之后，通过卡扎寇斯再解，就是解。猪不错，这样的话就不怕大饭了。所有的生物都解干净了，我就赢了。是的。谢谢你的遗产。其实驴哥这边只要等到加基森和大饭配合法术刷一波之后再隐藏。就赢了，是的，他现在冷血也没怎么用吧？但是赢面会很大。对，五、哦。哎，再找一张药水，能摸到什么药水？好像两费之火山，这里没什么好的。这个很，这个拉兹很诱惑啊，拉兹是很诱惑，很诱惑人，不要钱的火免费火抽，其实挺好用的。但是暗金叫炼金师也还不错，还是。需要点梦想。布瑞斯想了想，自己好像没有带那什么，没。哇，这个就很尴尬了。这边要不要刷？刷的话得配合 C 奈发，所以说不着急，应该不着急刷，再等一下。那我，他这里有没有可能造个大饭隐藏？我觉得还是得配合加一次吧，要不然是有点亏的。哎，军七。军旗还行吧，姐姐。那这样的话，吃一发呼啦，呼啦贼开心。对，吃完之后就可以加杰森隐藏。就是要你的呼啦的。哇，羊也到位。哎，卡扎库斯很关键，而且还有回手。是。这个回排库，很关键。我怎么感觉突然之间法师一面要变大了呢？这边就刷了，这得刷了。只要我这。两个硬币呢？两个硬币，这波肯定是能造一个大饭，然后加隐藏的。最好抓到四级代发，有没有四级代发？小野猪是可以配合那啥的，配合刷饭的。没有，小野猪加大饭隐藏了。哎，这个如果有要解吗？要解的话，你可能刷不到四级代发。哦，没问题。啊，小野猪还是没有这个别叫海盗好一点，问题不大。哇，下一张就是尴尬，这好气啊！就没有丢。不过这个大饭其实还行，可以接受了，试试。不是，我觉得他如果四代发可以造一个更大的饭，那样的威胁会非常非常大的。这里如果抓到丢了呼啦，岩枪，因为你一个实时的话，这里找一个五费的，五费还是要找打变羊吧，就只能赌一下变羊，变羊冻结。没有冻结也还行，直接动了吧。嗯，先变。哦，不错，可以冻着又哎呀，这就最厉害的冻不住。那有没有机会杀呢？十攻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吧？你二十八差的有点多，二十八场攻，对面想打你十八血。对，其实这里把加基森变羊也不错，其实。对，已经很好了。对，我觉得最好就是加基森羊掉，然后冻住，把大饭冻住，又没两个，那就最好了。好，再找一张，找一张智商什么的。哦，哎，我也有回手。哦，他这个回手对盗贼有用吗？回饭呢？肯定回饭啊。回饭，但我觉得大饭的话，你刷一波就可以了。你刷，想去刷第二波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有点是有点难的，但是我觉得赢面可能就是在于饭了吧。再来一下。但是可以，他先不着急，先去打。哇，又是也是一个两边的药水都一样。好吧，那这边都比较尴尬的，有点难打呀。布瑞斯这边还是难打，因为没有 AOE 了。直接找吗？直接找。他想找个火山。哇，那就实时先冻住吧。先冻一会儿。或者是阳掉之后你怎么办？阳掉之后你没废了就。这里的话应该还是先动吧，先动，先去解一个三攻的吧，点一下冻掉之后打个火把，对，先混一下吧。对，要不然先苟住吧，这里先降场攻为主。十八血是有可能被斩杀的，是有可能动，肯定要动火把加点呗。但是盗贼这边手里也没有什么伤害。其实这边的话，只要再来个小的 AOE， 布瑞斯可能会火把走脸，然后下一回合就赌第二张大火把，
这也可以。哎，变羊的，那再点掉一个。嗯，这样也行吧。但是 Brace 忘了一件事，对面有小野猪一直没出的，他这个变羊钥匙可能要被这个小野猪。这我觉得应该是肯定要吃小野猪。哎，啊，不会吧？这边不会直接火车网吧？哎，好像这个要立功了，这个钥匙。哇，药水立功，真刺激！我觉得这里驴哥还是大意了一点，大意了。但是我觉得这骑手右手左手第一张小野猪，说好后悔啊。这赚了呀，这怎么办？哇，火车王吃个，这真的是很尴尬。驴哥想法可能是要那个拿那个回牌库的，还想多打一次。他刚刚是不是直接火车王加刀加冷血加速？是不是叫啥了？刚刚应该是直接死了。嗯。但是刚刚可能没有费用去赚刀，这下小野猪的话就没有费用去赚刀。因为你刀的话是一个三点伤害的。那小野猪也是一攻嘛，对吧？但是你小野猪上去，啊、对应该是刀是三点，刀会给这个边疆海盗加伤害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这边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第二套。冰环必须要打了，必须够。那问题是，他这样的话，你下回合怎么办？感觉就是没有 A O E 之后，只能抽暴风雪，就接着狗。那下回合会不会死啊？小野猪冷血剔骨，差一，好像不够，差一怎么办？嗯，先别管怎么办，先把就 Brace 在想这个下点在哪儿。点了，十四血和十五血的区别不大，我感觉有没有伤害？没，就差一。但我觉得布瑞斯这边还是赢不了，主要手牌必须在每回合神抽，每回合神抽，关键是每回合神抽也赢不了吧？下回合就叫杀了，你暴风雪不行，你必须先抽一个冰箱。先抽一冰箱，好，那应该没机会了。这个手牌应该……哎，火门打脸出火车王能不能赢？火车王加火把是有机会赢的啊？没有，好吧，应该是唯一的机会了。这最大的梦想了，那没办法了。哦，毕竟这个概率实在是低得可怕，是吧？五费生物其实还蛮多的。对。你要说五费是就单独一火车王，这个有点太难了。有梦想还是好的。就那回合，如果他选择火把去打脸，然后点一下脸，就下回合抽，就是强行赌抽到那张出来的火把，我觉得也是有机会，是吧？啊，那现在的话，驴哥是已经龙木和盗贼跑了，还剩下一个青玉德和一个宇宙树。是的。Brace 这边的话，还有三个职业没有跑掉。但是按照他的常规来看，是要先让三局。对，他属于那种就后期很慌，就是前期被对面他属于那种我得先被人打到绝路，被逼到绝路之后，我才会打游戏，对吧？我才会打比赛。这足以证明 Brace 的心理素质非常的高。他得被人抽，你知道吗？不抽他就不会打。一般人什么一比三落后，或者什么零比三落后，心态会容易崩的。其实五费打出来冲锋的也挺多的，大哥，然后起飞，然后再变个猪都能赢，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这边直接留一个盗墓费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留三费的，因为三费你基本上也属于就空过或者挂刀的状态，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留军期的。当然还是更希望去找蓝龙或者加基森了。哦，加基森到手。现在的问题就是前期没有海盗，如果前期有海盗，这个牌组就是最完美的开组。直接过牌。哦，海盗来了，那就舒服啊。要不要就转刀上他，上了吧，把小野猪先拉出来吧，后期如果你通过刷牌刷到
小野猪的话就很亏。你直接让他改名这样好吗？啊，是，毕竟他也是做大哥的人是吧？是，不要打一个刀扇。哇，这样的意思就是要保场面，就强行保场面。那这个场面的话，其实一个横扫就没了。嗯，但是就是至少比一个横扫嘛，我觉得这样打也挺好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你交掉一张四级再发，就是你一发横扫，然后你四费你也应该没事做了，对吧？那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毕竟我这边先手先上匪贼嘛。好，蓝龙，来张能解的牌没有？那就过吧。所以赚了这一波，那就匪贼解场。下一回合加迪森可能会刷，要解吗？蓝龙肯定要解。硬币、冷血、刺骨、走脸，这太拼了，不太行。不要那么拼吧，这里就上个盗墓匪贼，解掉蓝龙就行了。谢谢你的遗产，还是要留一横扫才行。无所谓吧，上一回合你都没横扫，这回合扫就扫了。扫了还能过牌？看看有没有扫。哇，可以，这一抽，这一抽可以先上一个，可以多上一个陆亏的。这里没有必要去激活陆亏吧，我觉得直接扫就可以了。陆亏留着配合野心之怒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战场了吧，而且下回合你可以陆亏激活自养。我觉得战场好，可能好一点，就影响对面的发挥嘛。就是说你上个蓝龙，我可能还是很难受。哦，但还好，这回合应该不会刷，但是这回合节奏亏的很多呀。我觉得这回合可以考虑刀山，但是你要去刷的话，你就得去找隐藏。这但你这里的话，你给德鲁伊一回合的节奏有点伤，我觉得刷了吧。哇，这样如果刷不到隐藏，只能刷一张啊，刷一张刷隐藏太难了吧？有梦想对吧？哎，好像还有四级再发，有机会。哇，这好拼啊！我只能说，正常的话是不太敢这么刷的。哎，这个梦想有点大。有没有？找一张隐藏都是。不刷了，不刷了。不刷了，差不多行了。对，因为手里还有张加吉森嘛，所以这里就留一手了。还好吧，至少这个冷血这个伤害还没亏。对，吃到了这个伤害。这直接野心之怒摇了。那这个陆亏怎么处理？蓝龙，蓝龙硬币刺骨可以，不错。现在 Brace 就需要刷到一张饭，把饭刷到手，基本上这盘就挺稳的。因为驴哥这套牌就只有一张斧根嘛，斧根的话，一般就是。盗贼来打得来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防斧根。接着绽放下，哦，下一回合青鱼巨兽可以配合通虚。背刺，这里的话背刺军旗上海盗变脸 A 掉贴冷血走脸没问题吧，费用也合理。加迪森不着急吗？嗯，选择很多，而且这回合场面给的压力很大的，你有一个八四，有两个三攻，啊，这条死命。OK， 手里有闷棍，主要是闷棍很厉害，闷棍的话很容易抢很多血的。当然有隐藏就更 perfect。 我看驴哥这边能不能解掉这个啊？还是需要一张横扫、啊、哇，解不掉这要炸了啊！你总不能去滋养过牌吧，滋养过牌的话这里不太敢滋养过牌吧。如果过不到什么解牌，你就等于说这牌直接输了。但是你如果上同虚加青鱼巨兽，我觉得也未必赢。就这里你下墙的话，基本上你解不到这个场面，对面有闷棍就崩了嘛。对，这场面就看驴哥这边选择。
其实这里有闷棍的概率还是蛮高的了，已经十五二十，哇！他如果上同虚加上青鱼，就说就死了，肯定是死了。如果这那就拼命去找资阳。可以，其实驴哥这边应该算一下，对面场攻是十五点，要不这里可以先自养，如果说没有找到解牌的话，再去激活挑一个墙。其实你这里同区的话，无非就是多一个青玉巨兽而已。对，其实变成一个三三四四，这样的话刚好死掉了。是的，闷棍加刺骨可以打二十点，二十点对面十九血。那布瑞斯这边也是拿下了一个优势对局啊。是，现在是两边是二比二。是的。二比二。关键 Breeze 剩两个宇宙系列套牌，这套德鲁伊基本上是关不住的，只能去找对面宇宙树的这个机会了。而且 Breeze 这套宇宙树也是没有带斩杀的。对，现在的宇宙树基本上不带斩杀，而且就算带斩杀的宇宙树来说，很容易被这个脏鼠拉到关键牌。你看，基本上打就是能上的怪就赶紧上，上不了怪放手里放着。然后对面一个脏鼠就被拉出去了，对的，就很容易拉到无面或者是火车王，就基本上见过这种事情非常多，吃的亏太多了。好的，这边是一个宇宙树内战，驴哥想这套德怎么也能跑。哦，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分析一下他的想法。你看 Brace 两套牌，肯定他想法就是你一定出德的话，那 Brace 想法就是说我还是拿术士来打。那驴哥想，我这个术士打宇宙法不好打，那我就先在你这个宇宙术士上面跑，这样分析就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两边的棋手其实都不是太好。驴哥这个选择真的很聪明的，因为你德鲁伊首先打这两套牌都是优势嘛。这边布瑞斯想法，你肯定出德的话，我出术士，然后我也抓你一个心理，哇。六六六六六，默默的给自己点个赞。我这边有没有四费？没有一个四费能上的随从，有点伤。看看有没有惊喜。暴风雪不错，暴风雪是一张非常厉害的牌。这边可能要压末日了，抽一口上末日。还是没能上怪，只能六费。但是感觉内战上末日经常会对面直接拍一个脏鼠下来。嗯，但是 Breeze 手牌好像还不太亏，感觉手里牌什么小软啊、大地环啊。但是你要是拉到什么大地啊、罗斯就很尴尬了，对吧？是的。对，所以我觉得末日现在就是经常会碰到脏鼠这样的牌，有的时候挺尴尬的。对。而且有的时候你脏鼠也能拉出末日，就更伤。小软还好吧，两边属于都不糊的宇宙树，就在都在四费的时候没有那个质量升。这里有大地花哪一口了？选择上两个，就是说给压力。驴哥这边有硬币的，但是有没有？哎。卡扎库斯可以考虑上，但我觉得可能二加三更好一点吧，或者是直接上大地吗？二加三吧，你大地的话减费就减到一个。我觉得大地把大王的费用减到，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了。对，减到大王，然后减到，卡扎库斯好像都还行哦。二加三也是可以。这边恶魔之怒的话。其实也不算很赚这个恶魔之怒，就强行对解解场嘛。哎，又是一张泽鲁斯，泽鲁斯可以。好，这边先手大地还是非常厉害的。先手大地，对面想解的话很难解。哎，这边的话，报警的话，要不要硬币跳一个三费？本来就是。后手再爆个金，是的，但是你这个大地如果让他减两回合费，真的是对这个大地肯定是要解的，不太行。但是你爆金骄傲的话，你就没有任何单解，后面如果对面出一些大生物的话，你又很难受。
但你这里没有得选，你怎么不能对顶一个大地吧？对顶大地就被对面白吃，可能哇真的选择了对顶。这边可以选择阿格斯吃掉，也可以选择哎死缠，这边暗影剑死缠，我觉得暗影剑死缠更好一点。对，可以保一手，别太拼啊，罗斯不着急上的，因为罗斯你对对对罗斯不着急上的，但我可能会拼一点，我可能会不抽这一口，去先去过牌，如果过不到什么好牌的话，我就先去，我就无面了，无面盘山者了。这终于来目光了，这张二二交的我觉得可以保留一下，因为场攻其实压力也不太需要给场面压力，下一回合你可以让你的目光龙多一点血量，而且可以有无边盘山者的。这边找两张药水吧。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这边找两张药水还是好。对，还是有费用去报警的。要不要拿一个五费？先拿个五费可能好。拿个五，拿个十差不多。对。随机变羊可以。随机变羊的话，其实宇宙树那战还蛮好用的。是的，因为很多大生物基本上都是单上的。在 A 变羊，在 A 这个有点所有打六吧，打六可能比变羊好一点，他选择了先加甲。哎，这后面就不是很好了。那这张牌只能说在你优势的情况下，对你劣势的情况下你加不到甲的。一个烟尘非常不错。这场面好难处理啊，怎么办？要不要先养一个？哎，这个女王有点厉害。女王丢了吧？这里上女王应该还是不错的，对面长弓其实还好。被这边反正也是没有破法者的，拿女王是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很难处理的，你必须得丢一个怪或者丢两个怪去想办法让对面拉到比较差的随从，所以说女王是在就控制卡组内战来说算是非常厉害的一张牌，除非像什么哎这么敢拼吗？哦，这好敢拼啊。但是女王不解的话，其实女王或走的话也会很难受。女王不解，我觉得可以先上一个二四啊，或者是先上一个阿格斯什么的，就看能不能解掉。这解不掉有点打脸了，解不掉很亏的，这波怎么办？只能暴风雪，暴风雪撞了吧？好像没别的选择。变羊 A4 这样不行了，变羊 A4 肯定不行了。这个时候的话，哎，你要是这样的话，羊到我厉害了，哇、哦！如果羊到右边怎么办？这不是羊到右边，只能说羊的太厉害了，就很尴尬了。羊到右边的话，好像也是可以按一键打掉的吧？啊、可以，是好像有点拼，我感觉也是可以解的。我感觉还是有点拼，可能暴风雪我觉得还行吧，暴风雪在上，但是你暴风雪的话你下午还是要再清一次场，对，这样是很拼的，我觉得我下去接着给压力吧。这里的话其实可以暴风雪了，下回合可以踩一脚，是暴风雪加踩一脚，这一波还行。哟，泽鲁斯竟然变成了一个阿格斯，我想怎么办？你打暴风雪的话，你要先抽一口吧。如果打成绩冤狱成绩者，就没有什么配合了，感觉有点弱，还是要打暴风雪。
没有回血，主要是。我想。缝合，哎，那可能会三加四。双架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就泽鲁斯这张牌变化太大了，这里感觉给了一张可以用的牌。哦，我本来还会他这边是选择暗影线，本来还以为会打一个镜像。嗯，哎，对啊，加起来就是完全镜像，完全镜像。这边怎么处理呢？先抽一口，好像不管怎么样，先抽一口。大王来了 ，Brace 这边是一直优势的场面。对，而且他手里的生物还是很多，就他可以持续给场面压力的。脏鼠扭曲，脏鼠的话，我觉得他这里可能会被想拉一个大哥的话，就灵魂红吸掉了。可以、啊。扭曲的话没有必要，他这个场面其实比对面要强一点。是的。可能。上恶女王。还是不太敢下呀、啊，他觉得。脏鼠可以不着急，可以。对。再等一等。女王还是很厉害的、啊、这边关张，对，那这里的话其实他这个十费的钥匙就很尴尬了，对，他这个钥匙选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挺差，当时他其实是可以拿到 AOE 的，他有 AOE， 他选择了加十甲，对，我觉得怎么考虑的呢，他这里就暴风雪吧， AOE 还重要吗？嗯，暴风雪下一回合再说，哎，破法不错，下回合再说吧，先暴风雪，下回合可以考虑破法，这样会对面拿走也是不错的。哦 ，nice， 同虚卡拉库斯不错，要不然同虚脏鼠。那没有130吗？真的哇，这个有点拼啊！但有暴君，反正有暴君可以解他。第二个拉什么？拉了个66，其实也不错。他如果场面不好，不是很强的话，就去找卡扎克斯，找了个一费。有个全场 A2。全场 A2 不错吧？全场 A2， 他最好再拿一个打三，然后把自己女王点掉，这样的话有机会拿到对面打。哎，不选择 A 吗？造成三点伤害可以。真的是 A2 打三。哎，我觉得 A2 打三是不是完美这个场面 ？A2 打三的话，最差拿一个四一，最差拿个四一。那我觉得没有必要打自己吧，你打对面不挺好的吗？嗯，你让自己女王活着的话，对面其实更难受。嗯，也是，就解掉那个那什么嘛，解掉那个破法嘛，可能更好。但是他是没有选。成功了！哇，精准。对面都有。很厉害的用卡扎库斯的药水牌的技巧啊，但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挺怕啊，对面扭曲虚空的这个场面，对，现在驴哥这边上面这张十费牌特别尴尬，主要问题是现在问题是驴哥这边需要结场，是的，这个场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抽吧，抽一张扭曲虚空出来，不抽扭曲虚空感觉打不了了呀，这里你连过一个28对吧，你的都得加个灵魂红系什么的，关键我觉得还是拿这张药水拿得太差了吧，啊，我地花也没有用，真的是这个药水的锅，我只能说他确实是有 AOE， 他没有选啊，当时其实那个地方拿护甲真的是没有必要，对啊，他是有一个全场变羊和一个全场打六，然后一个加十甲，他选择了加十甲，对，就很不理解啊，那这里很难受了，这里要不要把28吸了，然后送把你王解了，好像得这么打吧，要不然你阿古斯的话其实我觉得很一般，嗯，那这边很容易解场啊，地狱烈焰的话，地狱烈焰的话是不是就死了吧，地狱烈焰的话对面能回，对面相当于15点血，哦，没有，对面有个血瓶，对，有个血瓶，有血瓶的话没死的话，但是这地狱烈焰也很赚啊，要不先抽一口，如此多的可能性，对面等于12血打完之后，那这边场共是11差1，刚好差1，这样这里要不把女王送了，拉一个63过来打个地狱烈焰，
干脆不送女王吧，不如把卡拉克斯送了，然后。哇，他这边这张药水也是加生命的，就是说我接着保我的场面。对，继续压场。对，对面只剩就一抽的机会。哦，对面只剩两血。暗影烈焰。暗影烈焰的话，得需要一个。没有用啊，这里对面的生物都是大屁股，现在。要不然。现在可以上那个。对，你们都是垃圾。但是你们都是垃圾也没有用。也没有办法克制住女王。你们都是垃圾，然后加一口。对吧？那这样的话，理论上还有一点，理论上还有两点血，理论上还活着，但是感觉赢不了这样的。这应该是白片泽鲁斯他尽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这张牌叫纯洁者耶德瑞克是吧？要不加十甲，加十甲你还不如说变垃圾呢，对不对？对，这边也是十场攻嘛，一样的。我觉得泽鲁斯等到现在。对吧？这应该是最好的，是吧？最好的时候了。来吧，让我上场吧。没有啊，但是选了个大王嘛。变大王，变大王的话，场面还是有点危，就是血量还是危险啊。怎么办？现在瑞斯这边需要五点伤害，五点伤害好像挺难找的。暗影烈焰，抽一口。山岭，我觉得山岭不着急吧，先报警解了，然后继续走脸，接着给压力嘛。但是这里的话，对面这么送，应该感觉出来他是有暗影烈焰的。你这里的话，如果说我觉得报警，关键是你不解的话，山岭其实可以下，山岭可以下，山岭，山岭下了，对面其实就算烧也很难受。你烧吧，无所谓，我这个大巴呢。关键这个垃圾没了呀。是的呀。哎呀。哎，来个冰箱也没什么用啊，翻不了啊。哎，如果是这。他并不到冰箱呢。对对对，他只能找术士的法术。是的。关键这个，如果这个牌刚才还在的话，是真的要起效了。我觉得这还是刚才变垃圾好一点。这样的话是不是死了？嗯，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这边的话，你就算烧掉的话，对面山里你解不掉啊。烧掉的话山岭是解不掉的，如果灵魂虹吸呢，灵魂虹吸上个墙的话，灵魂虹吸上个墙的话再哪一口啊，不行，肺不够，灵魂虹吸哪一口，你要烧呀对吧，灵魂虹吸要么就上墙吧，灵魂虹吸上墙的话对面吸掉了，我觉得要不哪一口怎么都死了，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办法了，加甲呢，加甲更不行，哎，我就觉得这个药水要背大锅了啊，灵魂虹吸哪一口的话，是不是还有一血？你想要找法术？他能找法术士的法术？全场大舞。哎，黑暗契约没有用。黑暗契约解解最大两个也没有用啊。没有用，不行了，那不太行。如果拿一个，有没有什么一费能灵火？只有一费灵火能解场。是吧，嗯，还有什么呢，二没啥东西了，那现在的话是打成了一个 Brace， 现在是三比二了，对， Brace 领先一分，嗯，可能 Brace 这个法师打术士还是优势的，但是这边驴哥应该会先上德了，应该会先德，对，德肯定是能跑掉的吧，德鲁伊我觉得德鲁伊很难打，德鲁伊打法师基本上是一个对非常非常难打，不能说九一开的对局，我觉得也得有个八二了吧，你觉得呢，差不多吧，我觉得就优势非常大，因为这是宇宙法它没有什么进攻能力，对，就是它这个还不是那种就是带岩爆那种，对，如果带岩爆带药水大师的这种墨水大师这种还是有点爆发的，有点偏宇宙兵法那种感觉，对，就是 Brace 这套牌就是加起来的伤害可能就都很低的，而且对面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基本上就是战怪你是根本处理不掉的，这边其实驴哥的起手还是不错的，对，四费然后接两个六费，这爆炸很舒服，下面的就不是特别好了，对，先占一个蜘蛛坦克，先占个大一点的，好，今天注定啊，这手里面全都是青鱼，那法师根本解不过来，
啊，那再占一个同虚吧，我就占占了，给对面一哈利，哎，拿个一费吧，法力龙。法师这边想要赢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战场，是的，必须得把场面压住了，对面才有一点点的机会。那这边先上一个墙，先上墙也可以把对面的三二先解掉，嗯，就激活变脸嘛，然后在下回合还有一个六费，问题不大应该。要不要交这个激活？交激活可能缺点就是说加利森来的话可能不太好。但我觉得这场面对法师来说已经压力太大了。对，下一回合一个这个安雅实在是太厉害了。对。而且下一回合还可以选择青云之灵加青云素符，这种也是很爆炸。火球，哇，恰到好处。这很关键啊。这边艾雅的话，这边应该会先解了，还是先解下回合艾雅加上护符吗？好像压力很大的，四五六五。这边没有末日，这边只能大地。这边解不掉，把这个大地一换，然后艾雅加护符。下一回合还有抽牌，我的天，爆炸！太舒服了。小头这边的节奏实在是太好了，是的，就基本上从两位成长开始就再也没有干过节奏。其实 Brace 这边节奏 你要说不好吗？也很不错，但是你看就这么好也是打不过这种。哎，可以，能全解。哎，真是你还是有一个会掉下来，有点难。先过牌吧，呼啦很关键。杰克逊也不错。乌鸦加魔术，这里的话要不要把艾雅？先打出来，打出来，这样的话站出来是，下回有机会就是清一波是吧？对，这波伤害肯定要吃的，是的，只能寄希望于后面德鲁伊抓不到青羽了。你后面要是能够节奏一直能够续起来的话，法师这边是解不过来的，是的，这还是很难的。再点一下，就明摆着告诉你我有呼啦，对。那这边过牌就好了。这边弗瑞斯可能要那个脏鼠加呼啦了。上了，青云绽放上了。这是七七的，哇，这青玉德果然打宇宙卡组还是比较厉害的。那这边肯定还是要脏鼠。嗯，脏鼠。看拉什么？拉蓝龙最好。啊，这不太好。驴哥只要能过起来牌，就是，那同区加上，同区加上那什么，加碧蓝龙，然后过两张。过牌吧，先野心成长过牌吧。一样的，先撞也是差不多。我看到布雷斯这边表情。就有的时候你打青玉德就这种感觉，就绝望的感觉，对吧？是的，不知道怎么赢。哎，这里还可以，这个火门点掉七杠一，就这种卡组打打铜须还是打蓝龙？铜须不解真的好吗？他觉得有青云体系，我还是打哦，有梦想吗？扭曲虚空，这算是一个梦想。哎、暴金也不错了，也还行，暴金挺好的，但是解不过来。你那边同虚之后肯定解不过来的，对吧？至少看着挺好的，这是八八九九十十吧，对，要接下来就是神仙打架，交个愤怒在一起。这关键是打到后面的时候我不想跟你聊天了，你说八八九九十十这种，你说就占两个我怎么办？就我如果不加血我就死。所以这种牌确实是非常非常难打的，找不到赢面，没有办法。那这里最多就暴金掉一个，暴金加羊吧，然后羊掉一个八八，还是杰克逊吧，杰克逊加暴金，杰克逊加暴金很难受，
这边就是怎么打怎么不舒服。对的，因为这个青玉体系到这个时候了，八八九九十十就越来越踏，而且关键他自己手上还有牌，不是没有牌。对，而且就是他的就是青玉德这个机制就是可以让他无限循环。对，确实艾雅对于青玉的成长帮助特别的大。对，该怎么办呢？我感觉小德是青玉体系里面最厉害的一个，对，唯一一个能无限循环的感觉。因为他青玉护符太强了。对，其他职业的话总归是有底的。对，而且青玉护符这张牌，对不起，我没有疲劳。是的，好，先扣牌，看有没有其他青玉体系了。再来一个，实时，实时，你在解压。我觉得陆亏干脆上了，对吧？把压力给到最大的，还想摊一手吧，摊到青玉护符。哎，岩爆会不会有机会？岩爆，哎，真别说，他如果这个秘法宝典能开出两三个岩爆，还是有点机会的。你要开两三个岩爆，你也有命打出来才行。哎，这怎么办？只能雷诺了。先雷诺吧。没有了。驴哥这边需要青玉护符，岩爆可以砸掉一个10-10啊。然后等会儿再给你一个11-11。现在手里确实还真的是断青玉了。是的，好不容易到10，就给压力好了。只要把那个后面好像他只带了一张加八加的，那可能有点机会吗？我感觉还是难诶。就这里岩爆不会打脸的，你这里不太岩爆解掉一个10-10有没有可能？还是说下个女王？顶个冰甲，关键这回合你必须要加上冰甲或者冰箱，要不然你要死了。你想要，我这儿有。这一个实太强了。变猪，猪的话不解决问题啊。猪现在这回合冰柱，然后冰甲。这个冰箱的话有用吗？这个冰箱我觉得好像不是太有用吧。嗯。就能拖一回合。对，我觉得你动这个10-10，你还不如把这边变成猪。嗯。蓝龙。OK。哦，可以。那这个回8甲就直接打了。横扫也可以交，但是看这回能不能破冰啊？对，这边先打脸看看是什么。就是他首先第一反应应该是冰箱的。嗯，先看看怎么说。如果伤害不够所谓的破冰的话，应该会先结场吧。这边如果说不是冰甲的话，已经破冰了。嗯。而且法师这边杰克逊已经交了，你这边真的破冰了之后就冰是，对吧？你这血量就回不上去了已经。好，这边是个冰甲，那想打个根须，这样打根须格子会不会？不打，他打很少。哦，对，这样打是对的，不应该打根须。打根须的话，这个格子占满了。然后自己这边的话，交掉激活加发展，屌丝啊，他准备下回合。因为你二十五血，总一回合都会死的。天知道。还有梦想啊，关键是你给一张先冰环这样的法术。哎，冰环行，冰环那冰箱上了吧，不是那个镜像上了吧，上骗也得骗上镜像、这个、然后我这边吃到他一个加基森过牌。哇，加基森来了，那这波炸了。这波很就是很容易刷到青玉护符，然后循环起来，而且陆奎也在战场，只要刷到青玉护符的话就无限循环了。这边可以先滋养啊。嗯，滋养可以的呀，滋养也行。对，这边滋养的话费用也是够的，够的。感觉还是要解加基森吧，对面的。这边不陆奎的不那个同虚的话就无所谓吧。我跟掉加基森吗？斧根的话可以先补交，先打一发根须，先看一下。
想想他没有第二方根去了，打这个没有意义，不如打一呢。我的卡牌就快要用完了。哦，来了，来吧，这是11-11，在场上好像哎不对，放不下，哎、放不下了。这边塞了三张进去，对，这样的话 A 掉加第三，是留那边一个同学。又拿个情绪之灵，这边有火，嗯，能解了。哇，这这就很舒服了，同时解掉了。我还说解不掉，瞬间被打脸。我的卡牌就快要用完了，天哪！还是他对自己的卡组理解比较高嘛，他知道自己还剩一个这个牌库里面还有那几张牌，对，还有一张这个乌鸦神像嘛，我觉得他自己能找一个低费的法术能解掉。嗯，那这边的话是没什么办法了，那这个场面这解不掉了，关键是不知道怎么赢，打到这时候。好，那两边的话都是打成了，现在是打成一个3-3，只剩下最后一局。 Breeze 这边是剩下一个法师，而吕哥这边剩下一个宇宙术，对，宇宙法对阵宇宙术。我们都知道其实宇宙法打就比较厉害之一，就是因为他打宇宙术比较厉害，因为他首先术士你要变大王是吧，变大王我这边就留着斩杀，就斩杀你留着伤害，而且法师能经常找到奇奇怪怪的伤害，对，防不住，而且我这边的解场能力也比较强，对，我有变羊啊什么之类的，你女王什么之类的我也不是太害怕，像88的话我也能解，解牌比较多。法师比较怕的一点就是说他在头顶上没挂到冰箱之前，对面凑够一条斩杀，这就很伤。但驴哥这套没有斩杀，没有斩杀。然后看一下两边的棋手，这也是最后一局，然后也是非常影响两个人最后四强最后一个名额嘛。是的，好的，这边 Breeze 骑手还挺好的，因为有秘法宝典，秘法宝典是一张很不错的牌。驴哥这边，末日，这边信使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上。我觉得先信使吧，然后可以配合卡萨库斯，下午可以抽一口末日嘛。信使的话可能好一点。接我就接我呗，其实末日没有那么着急，反正宇宙法的话这边进攻性其实也不强，循环了挺好的，其实循环是的，这边火把打掉然后继续打脸，要先保持战场，然后对面上一个高空的，这边可以抽一口末日，然后下一回合可能会考虑忍一忍，我那驴哥这边需要一个稍微大一点生物啊，这边直接去找三张，对，还是比较需要的，能不能涌动起来？哦，给的一般吧，一般吧，对，这两个奥秘，我觉得其实打宇宙术还可以，就是中间那张零费的没什么，对，太大用现在，不过等会儿也有用，蒸发挂起来再说吧。这秒挂的话对面是不是能猜到出来，这我觉得 也不太好猜，因为很难猜的，这挂的太干脆了，这里想都没想就直接挂了，我觉得这里可能上一些322呀还有摊贩呀这样的牌，哎，可以是摊贩吗，就是摊贩好用，哎，摊贩找一个冲锋小野猪吗，对啊，哎，银色侍从吧，银色侍从扔上去，或者拿腐蚀术也可以，我觉得还是会 A 的，怎么看一下啊，防不防130，但是 Breeze 这边是没130的呀，不用防130，他们的卡组对面应该都知道，嗯，没有，他可能考虑在 A 不 A 这一下，对吧， A 还是不 A 这是个问题，如此多的可圣光会庇护，这个木光狼不会打，肯定不会打的。快没有时间了。机制。不打不错。嗯，那这边那很简单，火山药水点一下。你不打吧，我不打就不打了。那这里可以同区卡扎库斯。两边都有同区卡扎库斯。看谁的药水厉害一点吧，现在只能说。
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大秘密。十费吧，十费，一个五一个十吧。我觉得第一手肯定先拿个十。复活不错，复活加甲吧，因为加甲是打法师很重要的一张牌。哎，拿一费，拿个一费是为什么呢？点错了，一费的法术其实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性价比的话应该比十费要高。对，但我觉得五费其实还挺好用的。一费的话可能更加灵活一点吧。哎，还是还是去吃，还是 A 了一下，刚刚防这里就不防了，千防万防防不住。还好吧，这个你要解的话还是要胡拉解啊，要不然就刚正面了啊，也不好吧。我觉得弗雷斯这边会不会贪这个狂日铸魂者呢？火球怎么打都不舒服，胡拉的话有点小亏啊。嗯，来吧，刚正面，你有我也有。哎 ，Brace 这边也选择了一费 ，Brace 好像非常喜欢拿一费的法术。招一个加，这个得拿十费了吧？不拿，那怎么办？这边还是加血吗？加血，造成伤害还是造成？复活两个，再复活。你想一想，你自己死掉的生物好像都不厉害啊。其实帮他拿呀，恶魔挺好的。你想想，你看 Brace 之前上的怪好像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吧？上过小软啊，小软不是很强，没了。对，就一些就他整一套牌的话都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怪。对，可能就是哦，他想复活然后去配合灼热铸魂者拿回去，是不是可以这么考虑？可以，八费刚好可以打出去。对啊，哎，这样那拿一个小软回去是吗？方便打吗？哎、哇，被拽出去了，这好气啊！蹦蹦哒，但也还好吧，这个至少，而且暴露自己一手法术，也没有啊，他这个因为可以拉两个啊。哦，对对对，同虚脏术是的，只有一个怪，那这样应该算是不是自己能接受的了。哦，死缠，你是想买，这个同虚好厉害。符文弹不好用，快没有时间了。哦，这个加血不错。同区的利用价值已经用完了，来吧，法术打了吧。打不打很纠结，梦中的 combo 没了。是挺亏的，这个又驴哥不会再上一次当吧？啊，记得上一次是那个火车王被变了，这次我觉得可以是上一个龙蛋了吧？这个地方的话，手里有两个一费的。对，哎，赚了赚了赚了。对，哎、这里是哎，考虑再三，抽一口上一个主人。然后他上了一个大王是吗？大王。布瑞斯有点伤啊，这个对局怎么感觉打的跟我想象中的样子不太一样呢？可能是布瑞斯这边手牌有点差。这把的话，感觉布瑞斯这边的两个法术拿的不是特别的好。对，确实手牌也不太好，前期也没什么太大压力给对面。他手里面全都是解牌。嗯。啊，我这里的话可以给一发呼了。要不要打个脏鼠？脏鼠呼啦好了。招数呼拉的话可以啊，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暴风雪吧。暴风雪，暴风雪，暴风雪。要不要交这个？没必要吧。一费法术还挺灵活的。要变了吗？变的话会不会有危险？这边火把打过的很可能手里有大啊，他直接选择加甲，就是说我不让你斩杀，因为他两张药水都是有加护甲的。是的，呼啦的话感觉
那也得先药水吧，先打一片药水，然后再胡拉吧。女王的话，不太好用。女王好像赚不到什么。对，先打一片药水吧。关键他活不到什么好生物啊，是不是？是的。他真的没死什么质量生物，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的。你这回和火锅同居也没有用，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战火东西了。该怎么办？就是他的什么小软啊，灼热铸魂者卡扎库斯，卡扎库斯，勉强可以接受吧，毕竟只是一个一飞的话是。直接打脸吗？啊，这下抢伤害了。对，我就告诉你，不行。这边有是有一张加十甲的吧？有。我这里面十飞的法术是复活三个吧？嗯。那复活三个加十甲。那这一波应该会加甲了，不加甲的话可能会被斩杀。而且布瑞斯这个有欺骗性的，就是说我这个手里一套了，你慌不慌？火球、冰剑、大火把呢？慌，肯定很慌的。这还是蛮慌的，这里。对。什么？那柳西兄好像不太行。那十四点血的话，其实打法师还行，因为他知道对面法师没有岩包这样的这样的牌，十四点血并不是很好打出来的。就是只有一套嘛，火球、大火把，然后加上冰剑嘛，就十五点斩杀嘛，应该宇宙法会留这个。这个火门要不要打脸？不好吧？这里给个女王继续叠脸。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十三血就是在两个火球范围之内了，所以说驴哥这一手应该会加血了。不管怎么样，他至少上一个临时摊贩撞一下，然后打一发地狱烈焰吗？地狱烈焰的话，上一个摊贩是十四血，应该还安全。讲道理，这上一盘没有斩杀的话，你这十四血也还算安全。小火法师已经打进去了，在卡库里面了。所以有个三费的火把吧，我记得。这叫暴君很亏的。红吸。这也很亏，也还行吧。还是可以接受的。说血量是比较安全。这边还是求我的。布瑞斯这边没有，哎呀，这边还有加十甲啊，感觉这盘术士要很难抢死呀、啊。你想要，我这儿有。找个岩爆有没有？火球不错，肯定拿火球了。火球扬吧，下一回合有找个冰剑的机会。看驴哥这边应该会招了吧，会加甲了吧。这里可以叫了，这边的话就算他复活出一个末日什么的，我觉得也能接受，先把解量回上解。关键你能回挺多这个质量生物，就可能活几张。哇、哦、末日出来第一个就是。那这样我的天，这个学法都不太想教的感觉。但是打个火门，那打火门的话好像打火门出怪啊，感觉好亏啊。要不要火球先打出去呢？打一个火球吧，这里因为火球是够用的，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大火把的。要不然干脆就学法卖了，赶紧去过牌吧。学法、啊、我这 Breeze 的牌库厚度很厚啊。烧火球打十四，他需要过到大火把和冰剑两张牌，然后对面还有两点甲，这两点甲是个问题。雷诺不错，雷诺还不错。这边赶紧给压力啊！我觉得上了吧，你别上一个吧，至少得。
你有三个回血，你至少上一个吧。好不舍得啊他。啊，别。海里环可以上这里。上一个上。好，你这边雷诺了，要不然要死。雷诺，下回合寻求一波呼啦。这肯定不敢打脸啊，你要死了。雷诺看有没有赢的机会啊，雷诺下一回合找一发冰箱。我想我们结场了，我们结场也行，结场点一下出一个。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不要留一留火门，我觉得还是要结场了，火门不能去拼脸了。但是你这里的话后面的伤害还是差了很多，你现在手里面没有过牌。对，最要命的就是没过到牌啊。打底减肥的话，火球和火门是可以一回合打出去的。哇，我看了一下布瑞斯卡组，他这边没，他这边过牌真的很少的。哇，这个44抽的不是很好，有没有机会被带走？这边场攻是8+3，那这里直接翻个66再上个墙。哇，这可能要光啊，顶不住了，法师这边要雷诺了，还不雷诺吗？这里就雷诺，就这里打火球吧，这里你要想去抢死对面基本上好像不太现实了。如果点一下下一回合关键是上打手的话，行不行？上打手的话跟吃，就是吃暗影连。布瑞斯这边怎么办呢？下一回合来他来什么伤害都不够呀，手里面只有有机会赢。他是这样的，这回合上雷诺点下对面脸，下一回合抓到奥数智慧，过到冰箱和大火把再点下脸，然后再下一回合抽到冰箭、这个、可以可以，这个剧本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对面还有六点奶，他奥数智慧是我没用过，我记得好像没用过，好像没有用过。对，那这样还是有这个梦想的吧。这个剧本厉害了，貌似只有这个剧本了。这边又有一个加血，好多加血。这边长攻是12、13点、15点、16点。我下回还是要死的，还是叫杀的。这对，还是得找冰箱，就像你刚刚讲的，奥数智慧过冰箱加火，一语魔点。哎，魔点的话不太行，拿什么呢？冰箱，拿个冰环上个大地，冰环不错。龙息，龙息解不掉啊。那你这里还是好像没机会了。那你只能交火球了，交火球继续狗，交火球你狗下去也没赢面，没赢面的。对面每回合一个六六怎么办？三费龙息打了吧，这个有没有赢面呢？有没有什么赢面？好像关键不是这边他保险开掉了，开的不好。大法师也没有啊。对，好像没有任何赢面啊。他大怪基本上也都全出了，没有什么怪了，水元素没出，没有用，对吧？只能说布瑞斯这边过牌带的有点少啊，他没有带那个苦痛。其实现在就是兵法，就是宇宙法来说非常需要过牌的。他只有一个奥数智慧，一个蓝龙过牌，还有个学法算是过牌，那就没了呀。这样的话呼一下好像也是这样。哎，那点一下六六，没有点六六，选择点脸。不知道赢什么现在。啊，已经死了，死了。这边沉默加上激烈。那这样恭喜天选之人驴哥也是进入了四强。那也是
很遗憾吧，布瑞斯没有打进今年的这个中美这场赛。嗯，但确实不得不称赞，其实驴哥这几盘打的确实非常不错呀。打得很细，就除了那个吴光用龙防了第二次没防的那个意外啊，对，其他打的都还是挺好的。嗯，我看到布莱斯这边还是蛮难受的，就有点遗憾吧，有点遗憾。是的，毕竟是可以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去和国外的选手去进行一次国际赛的交流吧，因为我觉得选手还是要多多进行一些比赛去锻炼一下会好一些。对，确实和国外选手交流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嗯，是的。然后这两盘其实博瑞斯还是非常机会，其实挺大的。他就是对面这个驴哥是选了两个药水，非常的厉害。嗯，两个药水都是回加甲的药水。是的，对，加甲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之前那盘就是驴哥没有选择AOE 选择了加甲，可能我觉得就是已经想到要变大王以后防斩杀，可能是，所以打的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吧，感觉驴哥应该平时也是打的蛮多 的、嗯、才会防住这一手。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知道宇宙法的话打宇宙术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的嘛。对的、嗯、那今年中美的这五位选手就是 Jason Zhou、嗯、XHOPE Omega Zero， 然后是可爱小弱鸡，以及是天选之人驴哥，这五位选手的话将会是对阵国外的五位选手。是的，那今年这个很早啊，1月16号就开始了，然后是三天还是四，反正挺久的，好像到20多号左右吧。这几天都是打完了就快过年了，有一个循环赛差不多。嗯，对，所以这次中美还是挺期待的吧？挺期待的。好的，那我们稍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选手的采访。我们稍后再见。好的，欢迎回到中国黄金总决赛炉石传说项目啊。那么我们首先要恭喜驴哥拿下了本次败者组第二轮的对抗，同时你要恭喜他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我们本次的一个中美对抗赛的对决当中了啊。对，那还是恭喜你了。刚刚我们发现跟 Brass 打的也是非常有来有回的这样一个节奏。那对刚刚本次的一个比赛的这个环节，你的表现满不满意？对此给自己打几分？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还没有打过这么大的线下赛，然后能成功晋级感觉还是蛮开心的。中间还是有几手打的有些小问题，比如盗贼那里我没有防变形药水，就差一点就是已经错斩了，好在对手后面没有抽到伤害或者说结场，然后最后还是成功拿下比赛。嗯，然后现在还是很开心。那我们知道其实本次一个比赛其实我们选手也是蛮厉害的，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个炉石之战是非常有看头的，然后打的因为都很焦灼嘛，那你对本次的一个比赛的目标是什么呢？既然都已经打到了四强，当然我也蛮希望拿到金炉石的，还是对吧，做人梦想总是要有的，不能太咸鱼了，就希望能夺冠吧。好，加油刘哥，再次恭喜你可以顺利的进入到这个中美对抗赛的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一起共同观战之下，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场风暴英雄的对战，来自 SPD 对阵 X Team，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